掉，扣掉，扣掉。50公尺，一部营办连结货柜所在货柜因不明原因弹起，而身撞击上方标示台面，致使货柜卡在快桥及中线车道中间而肇事。本起事故驾驶人无饮酒情形，无人受伤。现场因货柜卡于快桥及中线车道中间，无法及时调离，需动用切割器具切除。